又是我阿苏啊，今日同大家去另一个公园行下。要去的地方就是雅瑶镇全民健身文化公园。前面右手边就是今日要去的目的地啦。啱啱停好车先睇到，原来呢度系人民法庭，而个公园就喺人民法庭嘅旁边。我而家行过去睇下，呢度有个指示牌，望过去呢边又系一个人都冇。呢度隔篱有一个球场，不过系拦住嘅，应该唔算系呢个公园嘅地方。呢度中间有个演讲台，旁边望过去有啲健身设施，呢一边有啲告示板。今日嘅视频就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鍾意啦，记住点关注同埋留言啦。如果你觉得呢个视频对你有启发嘅话，记得俾我点赞、关注同埋评论，我会用唔同嘅角度带你去睇呢个世界。